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这张幸运红包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它有超过20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，头奖奖金是200万元哦。这次发哥挑选的尾数是62号，好，马上给大家参考看看，19755202，19755202。这个尾数62号的，希望可以中大奖啦！希望是超过20万个1000元含以上奖项的其中一张，来，马上来开刮，来看看玩法说明，先看玩法说明好了。刮开刮序后，我刮出一个含以上的这个红包的符号咧，即得这个这中奖啊，然后的中多少钱就看上面这个表格，一个就是200元，两个就是300元，然后10个就是头奖啊，来，马上来开刮，所以只要先有刮到这个红包袋的符号，就有中奖啦，来，刮刮刮。来，稍微把它调一下角度。一直晃呢，为什么一直晃呢？我带着角度呢，哎，换一个这个了，直接开关，不然一直晃。来。来一个红包袋啊，一个就200块，一个就200块，怎么都还没有？来，下面该有吧。没有，红包袋，应该有吧？哇，乌龟了，变成了幸运公益啊，公益红包了，变成公益红包了，没有红包袋，一个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公益红包，现在看到 TWV 啊，这里是 V 不是哦。TWV 所以这张乌龟做公益了，好讨厌的感觉啊，怎么又做公益了？一开始看到 TWV 以为说是200块，就是 TWV 啊，变成了公益彩券，名副其实的公益彩券了，没关系，好玩就好了。所以我让他做个总结，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公益红幸运红包刮刮乐，尾数62号，选个杠估做200块的公益喽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